还是广告。女孩情节，琪琪 Yuki， 整套歌集立志成为中华队最佳第十人。还有众多限时商品，一起一鼓作气把胜利带走，一起来 Seven Eleven 帮中华队加油。意大利队首先上场打击的是第九棒 Batting Knight Number 22 David Fletcher。有够轻松。